好，好，在圣诞节前夕不能免俗，问候大家，要跨年喽。大陆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看到你们的热情，我非常的开心。你们开心吗？太好了，各位，我看到有几位少女跟熟女，他们认为有一点点的不开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么冷。I love you, you know me, I know you。你可以稍微展示一下你那结实的腹肌吗？还有三秒钟，准备好手机。好多小朋友，这是最棒的圣诞礼，腹肌很好。好多小朋友，小朋友知道这是健身朋友。小朋友，来来，遮眼睛，小朋友眼睛遮好了吗？这是健康的，这健康的。对啊，表示能运动到这样子，身体要健，就是从运动身体会变健康。所以你看气色多好，你看我穿这么紧，不敢露任何东西，你看，那可以吗？真的啦，三秒钟就好了，可以哈？要不要？想不想？哇，那可以了，好，好，只有三秒钟，啊，错过不再来。好了，这很远，看不太清楚。没关系，我看得清楚。好，三秒，这边转过去啊。我们帮忙算哈。好，妈妈怎么这么拖慢一点啊？美丽姐，你老公在旁边啊，你尴尬了你。好，来三秒。这个是要祝大家圣诞快乐，也要祝大家新年快乐的最好的一份礼物，来哦。是的，激情，噔噔 ，Oh my god！ 两三秒啊，一二三，我算好了。非常好，如果等一下我没有出现，表示救护车把我载走了。好，接下来什么歌曲？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《Tonight Tonight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